倾听，几多悲欢，几多情，世间恩怨总是一结，相逢明朝一家人，相逢明朝一家人。盼愿情自真，几多悲欢，几多情，人间恩真情古来有，代代相传一蜻蜓，一蜻蜓外边敲门是谁？是他，是我。哎呀，开门迎客心惊慌，门外喝作厉声一归上，他为我见我心惊慌。生郎是十八年前早身亡，定是我移花初人心迷茫。请问是他吧？禀你自证。啊，你就是自证？是他。请问贾员公贵姓？啊，我叫徐元仔。你就是元仔？公子，今日光临有何贵官？我得来进香，读书之人进香应去文昌宫。这，哦，我不是为求功名，而是为了恰心愿。了恰心愿？嗯，了恰心愿。既如此，请在贫尼先往佛殿进香。哦。请问是他，这叫什么事？这是放生事。哦，这就是放生事啊。流雨儿，随着
灯明家里
不是十一名，谁是的歌流里灯，今世生悲好意境。恨真我就是为的流里灯，是几娘亲生恩不亲，说什么是几娘亲生不亲，难道说公子不是喜家生？原在谁是喜家呀，原在不是喜家生，你何时离开深山么？我在他娘胎修理分，你可知深山之母今何在？我怎知他是故身旁烈士出家人，带头山出有神灵，家园供你杀马阿亚留人。是他，是他，这就是鲁辉吧？真是，听说五八鲁辉能闻吉凶。万请师他替我问过吉凶。请问贾月公今年几岁？哦，十八岁。十八岁？哎，十八岁。你是哪只家姓金的？文痴之人。祖籍姓金，从祖上起；有籍姓金，从有上起。哎呀，啊，我是有家姓金的，但我从有名上起。啊，一五。一十，十五，十八。哎呀，世道在沙美如何心照用，或是历历，或是梦。十八年的把心都岁月啊，只落得母子分离，难容逢。是他，你为何啼哭？我不忍啼哭，我是在念经啊。念什么经？念鲁荒经啊。原来说鲁荒还要念经，为何不说下去了呢？贾员公就是这阵上眉鲁荒。上眉鲁荒小意你。是啊，他是在笑你。笑我什么？他笑你云长的是金庸公，将来能做上员工。明堂的书金庸公三分红也朦胧，他叫我为何不去家
诉我，不曾是我亲生母，该到何处去寻找？告诉我，母亲的本事谁留下？血书印照难用。告诉我，为么有错他是谁？死心宝贝他在那座荒当中。今天
卷不理睬，东厂好与不接近，身家是当难的命，京都考上南京门临行自古则为什么我娘待我冷自冰，为什么我千方百计来求肯，他天下人儿不动心，为什么我满腔热情爱无人，为什么啊他见我当作马快断
有精灵，他几次相认与不认，生命内心长阴晴，快起来四顾定子五娘亲，我定要闯进门去问个究竟，得个本领将心换心，已经动静情感母子两相认。举人与何
娘亲诉心声，方知母爱乱世公子共命运，开门，是他开门，是他，你快开门，我还有话要说。病女身体不适，难以奉陪，请家院公见谅。娘这会要报恩啊，请是他因故帮的。凭你久病复发，请家女公委屈吧。既然如此，娘得告辞了。
想想心中怒，太蒙谁安？谁见你爱我尽苦跑，最见珍贵不如今。娘，我不要两面千金，我不厌金榜题名，我不怕人言枯萎不得及，落尽天冷用我富贵后得到黑而定要怎样请用我富贵后得到黑而定要怎样请啊去世以后，我就寂寞上你相伴，他陪我视同亲生。你去了，孙家大thank you.
相逢泯愁，佳人也盼愿情自真，几多悲欢几多轻轻。